2013，回顾是为了更坚实的前行。海南是海航成长的沃土，哺育之恩常挂于心。海南省委书记罗宝明亲自主持了海航创业20周年发展情况座谈会。海航创业20周年总结大会，海南省政府对海航人20年来的努力给出了分量十足的肯定。海航是海南的骄傲，支持海航的发展，我认为自古帝王那个字义不容辞，值得我们的。海航10万员工，对大众认同、大众参与、大众成就、大众分享的海航精神进行了新的诠释。2013，我们开疆拓土，大力拓展航空市场。乌鲁木齐航空获民航局批准筹建，福州航空、祥鹏航空、成都分公司获地区管理局批准筹建西部航空低成本航空模型基本成型，渤海人寿、北京海航金融控股公司、前海航空航运交易所先后获批收购翼程股份，受长科技集团旗下上市公司达10家，完成对西班牙 NH 酒店集团、澳大利亚阿瑞纳航校、荷兰 TIP 拖车租赁公司的股权投资。海航先后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等地方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深化与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获得授信额度逾4000亿元，确保了集团资金平衡，整体呈现收入、利润增长而负债率持续下降的良好发展态势。2013，枝叶蔚繁茂，果实平结出，荣获包括国家民政部中华慈善奖、央视网2013中国幸运企业称号、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网杰出企业奖、